爆炸弹，有爆过农业吗？忍无可忍，就不用再忍。好，欢迎收看异想世界，我是张凯英。以农立国的台湾是由许多稻农精耕细作孕育出主要粮食所支持至今的，但大多数人都忽略了一粒白米饭的背后劳动生产的意义，更太少人关心农业濒临灭绝的年代已经来临。今天很荣幸邀请到电影《白米炸弹客》的导演与男主角来到现场，我们分享。首先介绍我们的导演卓立，导演你好。凯英好。异想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次饰演我们男主角的建伟来到现场。建伟你好。你好，异想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白米炸弹客是采用杨如门先生的故事然后来翻拍成的。那其实导演跟建伟两位都是他的彰化同乡，那我们说就是从过去纪录片吴米勒到现在，其实真正以农业来当作电影主题的电影很少。导演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选拍这个主题，然后你最想呈现的是哪个面向？好，为什么想拍，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是彰化人。那其实杨如门开始放炸弹，然后新闻媒体披露，那一开始我只知道这个新闻，但坦白讲没有太关注。对，然后哪怕是他一直放了17颗，也都知道说有这件事情，可是没有太放在心上。然后一直到他出面自首，然后媒体去报道说啊他是彰化二零人，知道他是彰化人，那时候我才心里就是一愣啊，是同乡哎，是这样。然后可是那时候并不是说那有一天我一定要拍他的电影，其实也不是当下的反应就知道说我要拍他的电影这样。是那个感觉一直放在心里面，然后他越来越扩大，就说有一个彰化人做了这样一件事。然后到因为我先前是制片，在当导演之前我是制片，然后我是制片转当导演的。对，真的觉得说我想是尝试导演这个工作，第一个想拍的题材也进到我脑海里的才说我想拍白米炸弹客。那个过程大概是这样子。然后主要就是这部电影我要呈现是哪个面向，最重要的还是在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对，事情可以至此，为什么台湾社会会让一个农家子弟要用这么激烈的手段然后来提醒政府两个议题，一个是说政府要关心农民，政府要照顾人民，然后不要进口稻米。对，就主要是想要呈现这个过程。其实我们看到从前面就一直在铺陈杨如门他为什么一步一步然后要成为白米炸弹客的原因，其实大家都就是跟着这个主角进入他的内心。那其实我们知道现在就是进到乡间就是看到其实主要的人口真的是老人跟小孩。那我们导演其实拍这部片子就是有发现说我们台湾社会有哪些重要的问题吗？先讲现象好了，现象一定是隔代教养。隔代教养在乡村最普遍的现象就是隔代教养。然后像农村就是剩下老人跟孙子孙女辈这样子。为什么？因为爸爸妈妈一定要出外去，对，去工作然后实在是没办法再有余力照顾小孩这样。那个小孩其实如果说阿公阿嬷是教育程度还 OK 的啊，那他可能还可以胜任说教养对这个工作，但是到一个程度可能也没办法了。那你就看到那个孙子孙女可能心里都是很爱阿公阿嬷，可是他们还是有距离，然后跟爸爸妈妈的关系可能又没那么亲。对，那这个是普遍的现象。那最大的问题我觉得多半是来自于这是我个人的观察，是因为是政府的既定政策。因为政府基本上他会觉得说他要创造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可是到底是不是最大多数人我们其实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对，那他要追求GDP， 追求经济产值，那有土私有财嘛，你一定要创造就业机会。那怎么创造就业机会？在以前最合理的想象就是先有土地然后盖工厂，
然后一间工厂盖了，可能你就可以创造成百上千甚至成千上万个就业机会，那当然经济就会起飞啦。就是从以前的劳动密集、劳力密集的产业这样子，从农到劳力密集产业过来，这个思维模式一直如此。那加上农民的天性本来就是比较好相处、单纯善良，那通常你大家可以听到农民就说啊，我哪有食堂做得好啊？对，看天吃饭这样。所以你如果说政府是带头希望。怎么讲，就是农业就是他鼓励你休耕，他鼓励你们要耕种啊，因为我们要去创造更大的产值。对，那就很显然农就是面临现在的状况是越来越衰败，越来越衰败，老的越来越没有能力耕种的年轻人，那因为自己过得不好，所以也希望下一代下下一代不要再重复他的命运。对，所以看到的问题就是这个样子。社会变迁之下，就是农业人口是最直接被牺牲的一群。对，因为他最好被牺牲。我想透过这个片去呈现说这是杨儒门的江湖，那也许这个跟你我都有那么一点相同。那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进来这片江湖，对，然后去想想看说，为什么江湖真的就是这么风云诡谲，而且会让你身不由己。